稍微看有一个眼神的角度看一下于涵，对，是吗？这样看一下于涵，对，是，好，来中间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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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含蓄啊，多含蓄，含蓄。含蓄啦，但是你可以感觉，你可以感觉情感非常浓，非常浓，非常浓。没有，我们都在忙着做生意。有啦，真的有情感戏，你们真的。我跟茶叶蛮亲密。你们看戏就知道，情感每个人情感都很浓，很浓，很浓。可是我们导演不让我们做很多现代你自己会直觉反映到应该要有的东西。嗯。他用的很古典的处理方法，所以很多东西观众都可以领教到领受到，但是画面上不一定给你，可是你应该心里面都是满足的。这个时代表现爱意的方式跟现在你卡的会问你老公话吗？现在害怕，恐怖情人，恐怖，就是他一过来我就，有的时候好像连下戏他只要过来我就是他只要跟我说什么，没关系，先不用，先不用，大家都是最常跟我讲，不管是拍戏或者下戏，就是没关系，先不用，先不用过来，先不用过来，先没关系，先不用，谢谢，没关系，先不用。先冷静一下。下戏都看到他还会害怕，因为他的装扮还没有换呢，所以他只要跟我讲话，我就先不用，先不用。离他远，离他蛮远，因为他只要装上这个装扮，我就有点怕，因为他又要开始。其实他可能没要这样，他只是要借过而已。对，但我就会觉得。对啊，你看他带了多少私人情绪在工作上，有多不专业。因为我觉得他气场太强了，他太融入文贵了，所以他下戏以后那个文贵的气息还没有散掉，就是他身上都还有文贵的气息，所以我就会觉得。